dragons, pocket dragons. Pocket dragons, they're brave as they can be. They're small, but what you get isn't always what you see. Something new around every corner, action packed with mystery. Pocket dragon adventures. Cuddles and there's Pinky. Filbert always thinks he's right. Scribbles loves inventing, but her gadgets are a fright. Zoom Zoom tries to fly, but he never gets too far. And Stretch has got another plan to raid the cookie jar. Pocket dragons, they surely will amuse. They'll stand up to a knight and barely see above his shoes. They'll build a new contraption you would never think to use. Oh no, look out, it must have blown a fuse. There's always an adventure waiting to be found, but they don't always see it coming because they're so close to the ground. They'll rise to the occasion, headed straight for victory, and they won't stop for anything unless they pass a bakery. Pocket dragons, get ready, here they come. So many ways to save the day, they can't decide which one. Though their magic doesn't always work, it's always just as fun. Pocket dragon adventures.是吗？哦，除了那颜色。颜色怎么了？我看很漂亮 ，Sclab。瞧，那大家就同意了，这将作为法师的圣诞礼物。我们最好用两层纸包装，颜色太浅，一层容易被看到。快来吧，我知道那些包装纸放哪儿。瞧，这儿有我们需要的一切。不是一切。快点开始吧，让我来发彩带。来，芝芝，帮我拿包装纸。你也来 ，Pinky。包装精美，服务也要一流。你站那儿 ，Pinky。我们来。薄帽子。好了，包好了。胶带在哪儿？在这儿，请帮我。嗯对不起 ，Pinky， 没注意到你。好了，修好了，法师不会看出来的。来，这长度应该很精确。啾啾啾！小心！啾啾上尉能飞越任何的障碍。我的上帝啊，那是什么？法师，我们刚为你包好圣诞礼物。城堡里静悄悄的，我以为你们不在家呢。这里边是什么？是我的上帝啊，太美了，希望你喜欢。是我亲自画的。屋子好像给搞乱了，我们这就打扫。我看的确有点乱，应该让你们打扫。可这是圣诞前夜，就只此一次。我，真是对不起。或许我不该吃那块巧克力饼干。那种加核桃仁的巧克力饼干也总让我打嗝。是的，如我所说，作为附加圣诞礼物，我来打扫屋子。康斯里，当斯里，请显灵吧，请把我们的屋子打扫。干净。啊！法师，你没事吧？是的，我很好。哦，我的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吗？不，我会好的。对不起，可你们必须去整理好东西。也许我能帮你治好打嗝。谢谢 Specs， 可我还得去完成我的圣诞准备，何况大哥总是会自己好的。我一定要研究出大哥的治疗方法。我想没什么比悬挂圣诞长袜更有节日气氛了。阿杜姆巴杜姆，圣诞之神，请把长袜挂到壁炉旁吧。哦，我的天哪，这是啊！
哦不，出什么事儿了，法师？怎么到处都是袜子和内衣裤？我们来帮你治好打嗝吧。我想他会好的。现在很晚了，别担心，我们会准备好的。Specs 会治好你的。也许是这样，我的会使圣诞节变得很不愉快。而据我所知，你的打嗝很快就会治好。首先得收拾那些东西。好，口袋龙塔，开始。啊！我不认为会成功。还有办法吗 ，Specs？ 我看看，吮吸柠檬没有效，屏住呼吸和向纸袋里吹气也不行。那么吓他怎么样？知道了，就是喝一杯水。那好吧，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要喝的底朝天。底朝天？可我怎么书上说要底朝天？好吧，既然是这样，等等，停下！啊，换一种方法吧，试试吧。我的需要一点点调整，我看它倒不错，一点点的调整就能大大的提高效率。好了，别忘了我们还得为村民包礼物呢。没问题，我们四个一起干。我有很短的时间，这么多要包多久啊？我们不可能在圣诞晚会前包好了。哦，不可以的。利用它，我的超级的无与伦比的包装机器，现在我就要永远的变革人们的包装方式了。不测试一下吗？它能靠行动装置。哇哦，好像有点不对头。你的包装机器它失控了。不，我得把它停下。哎，请你等一等，我们还等什么？啊，关掉开关，关掉开关啊！我想那东西我真是搞不明白，应该有一种有效的。吃糖果捏我的鼻子，而且还把冰盘放在我的额头上。对不起 Specs， 可已经够了，没药可治了。法师等等，让我来试试。好吧，冰姐，就最后一次。你仔细看着我，集中精力，集中精力，哈哈哈哈哈哈！你为什么没有被我的鬼脸吓倒呢？我对不起，冰姐，刚才有点太突然了，我没料到。我等一下，你不打嗝了？怎么说的对？冰姐成功了，我治好了。走，我们去庆祝圣诞节吧。看来礼物全都包好了。那当然，没问题的。那我来整理一下吧。金格里，金格里，请你显灵吧，让那些不是礼物的东西全都解开吧。好吧，我们去参加晚会吧。啾啾啾。
还有个问题，庆祝仪式要开始了，我们应该怎么及时的把礼物送到村里呢？求 Spark 怎么样？ Spark？ 啊，当然了。那么好，就这样，你们去找 Spark 吧，我还要准备件东西。这个可以为我们省很多时间，我们就像圣诞老人一样了，尤其是还有这些枝条，来带上它们，这回真像圣诞老人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到村广场去迎接最美好的圣诞节吧。